参加安徽小伙的婚礼来了啊，五星级酒店，上面天台啊搞得挺浪漫的，泳池派对，带你们看一看啊，今天晚上在这里吃饭了。我老婆就喜欢这种地方啊，说这里的浪漫啊，过来一顿拍照，哎呦，一会儿这里包场啊，要清场了。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啊游泳啊，这里有这么多美女啊，啊，这是安徽小伙团队的吗？你先看看美女，哎，你好，呵呵，你好，哎。Hello， 你好，握个手啊！哎呦，这么性感的，呵呵，都在里面呢。哎呦，还有几个人没来是吧？哎呦，看不到那边，一会儿再照。你好，你好，美女。哎，来，咱俩握个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我老婆不在，我就跟他们握手。哎呀呀呀、哎、呀，没有。咱俩办酒的时候，这几个女孩都来了，你忘了？哎，老婆，他们过来帮我们拍照片，那时候还帮我们跳舞了，你忘了？我打声招呼，我们啥也没干。哎呦，吓死我！他俩在这儿呢，一会儿的话婚礼呀、啊、在6点钟举行啊。这里头现在有很多游客啊，在这里游泳的，一会儿要清场的，让他们走了。来来来来，等一会儿给大家拍个段子啊。哇，这伴娘团来了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往哪儿跑啊？一会儿你丢了，我找不到你了。我没有看美女，我就找你呢，找了半天啊，绕一圈都没看着你人，不知道你跑哪儿去。哎呦，没有，这是为了拍视频啊！哎呦，真没有，我这拍视频搞笑一点。